好，开始了。用青眼白龙制造怪的磁卡，攻击的时候可以把对手全部的怪兽改变形式，变更形式怪兽攻击所谓一个成型，然后第二卡发动的时候，攻击所谓的场合会根据怪兽伤害，那其实用青眼白龙做的，应该不用别的东西做吧？好，好，我看网上的图画，你看到这一招可以用，就手上你要包着一，你要有两个仪式怪，然后。 剩下两个仪式卡，好了，其实这边有很难凑了，因为这两个可以选对嘛，好像可以。然后开怪的仪式是，反正就白龙可以先跳一个，然后混沌仪式再开下去，可以把另外一个白龙一定要跳下去。那混沌龙的打下去，发现我断兽，哎哎哎，贯三千。然后再打下去，贯八千，好，我也不说话了。哎，不给他牌哦。另外一张风力卡，青眼钢甲，我已经告诉你翻了，搭理的。刚。 阿里的，是啊，召唤成功的场合，对手场内上表示表示怪兽发动，该怪兽效果无效。然后第二效果，对手的魔法陷阱怪兽效果发动的时候可以发动，场上的磁场回到牌组，从牌友交易这经验吧。他不应该看这牌，为什么没有看牌？对手魔法陷阱发动的时候可以发动，然后回到牌组，然后这是什么？哎，这都不是应该要加一个，然后发动无效就不坏。 对啊，这种不用等。这样奇怪了。好，下一张，另外一个亮片叫做苹果肌构构，这张是战斗神士的抽奖机。然后下面是把以下卡片选三张给对手看，就是选三张最可以选三张一样的。那对方随机选择加老龙手牌，那一种是青眼怪兽，或者是有青眼白龙或旧有卡灵记载的魔法卡。好，就解锁卡。 那解锁卡就是不能干什么，就是什么都可以抓，可是就没有什么特别。那讲一下青眼可以抓的，大概九张，然后我一半以上不会放的东西。青眼上面是有汉字的四张，那下面是没有青眼四个图的，然后还有这个卡上面没有写青眼的哦。那重点是亚白龙啊，白龙，然后新的一出来都可以讲。那魔线的话，原本是三张啊。 原本就是爆裂疾风弹跟青眼白龙，就是青眼就有两个绝招卡，然后加上混沌仪式，那加上这是他自己出的两张魔线，那主要是九挂解仪式啊，一个还做防炮，那另外两张名字青眼的机灵，发动的回合不能特殊召唤青眼白龙这个卡片，那效果把包含磁卡的我方手牌场上墓地的卡全部顶撤出，没了的地你自己有，从牌组跳最多他提青眼，就可以特化了。那讲一下这个判例，就是他说要把场上的包含磁卡这张卡除外，所以你无法拿到这个条件的话，就比如说他被旋风的话，就没有办法处理后续跳牌的动作，不过后续除外也不会处理，那还有就是讲很多，就是他被挥留，就除外效果也不处理，然后一样不会有。 那就是可以特化啦，因为说在他跳出来这就是三只青眼白龙打九千嘛，真的成功的话，如果遇到我们的强韧无敌最强，那这样效果以我方场上一体青眼怪兽，我就可以发动。那这回合不受磁卡以外的效果影响，不会被战斗破坏，然后还三只怪兽在伤害阶段，我是一还在，好像是。磁卡在墓地存在，我方青眼白龙召唤出召唤都可以发动，磁卡开到场上，那上来之后影响不足。 好，我觉得有诚意的卡片吧，就是虽然这种只能保的陷阱是不会放的，可是我觉得它有一个抗性，还真的蛮强的。就也不能说一个怪兽都解掉啊，就什么就到混沌就一个怪兽解掉，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说怪兽出来真的解不掉，那就其实也还可以吧。电子龙，就大家等很久都会等到电子龙新的融合怪，电子永恒龙。 然后它的融合素材是电子龙怪兽加上两只机械龙怪兽。那我方墓地有机械龙怪存在的时候，它不会变成卡片效果，不会被卡片效果破坏。为什么我刚刚念过这种效果？原来它带有抗性了。融合召唤的磁卡被队友送过的时候发动，从
台主目的挑一只电子龙，目的的磁卡出来可以发动，这回的五方场上的龙观众不会成为卡片效果对象，不会被卡片效果。我念这看念几次？对啊，我也不知道。那他就会两套新卡，电子灯卡，然后磁卡可以解放一个机械图从手牌抽出召唤，那一回一次可以从手牌场上将机械图融合怪兽决定的素材送出来融合召唤。就机械图融合怪兽，可是它本身没有电子龙的名字，所以其实能跳范围很难讲吧。就是你要把它自己吃掉的话，最强的东西应该叫做光照幻兽吧。就机械图融合会提到一下光照幻兽。哎，对，好可以耶。然后下面一张，另外一张亮面，电子仔融合，把我方场上体除外区的怪兽中加入了素材决定怪兽洗回牌组，然后将一体电子龙怪兽作为融合素材的融合怪兽从融合牌的特殊召唤。那这个回合只效果特殊召唤怪兽以外的我方怪兽不能攻击。那因为这个是效果啦，所以这个可以在它，你可以其他怪兽先打，之后再投这个。可是说的是，它能跳最强的融合怪，基本上电子龙应该只会放这个啦，就是奇美拉。可是奇美拉它的效果是主要是任何人发动，所以你站街追跳出来追打的话，它的那个范围比较小。那如果你要放其他的也可以。那重点就是奇美拉自己也不太适合有其他的，因为奇美拉它就是机械塔，它也没有电子龙的名字啊，它这没有，它没有，所以它你要融的话，大概就是融其他那个奇美拉打的，或是融那个充电。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电子龙前期很难除外区有怪吧，就是你通常开 T 或超载或者闪电有，或是天然的特殊。我看他这里好几天。那讲一下好了，我们的解衣物大法。又来了。不知道，因为电子龙很厉害。那电子紧急状况是上一包的卡嘛，可以抓电子黑龙。然后电子黑龙说在。那我额外多少个目的有多两张嘛？那除外全部可以跳电子黑龙做。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两张效果。啊，对啊，是送不是破坏，是送不，所以他们全部会下去。哦不，长得不错，长得妹妹。啊，长得妹妹。不知道。对啊，你长得妹妹。那之后下电子龙的可以把电子仔龙的抓上手。那这边可以定个电子龙的怪，然后开电子仔龙的。洗回去跳这个，那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可以打半圈很厉害，然后电子龙效果增加两倍攻击，4200好，打半圈很好，平衡好，谢谢。永恒进化终极波，这样是原著的电子双截龙的装饰品，好，就又出起来了。那斯卡只能装备给机械组龙的怪，那斯卡在魔法陷阱存在，我方战斗圈中对手不能发动魔法陷阱怪兽效果。那装备怪兽攻击对手的伤害步骤结束时，移出我方电子龙怪兽一体可以发动，可以对怪兽进行攻击。就是你移多一只电子龙，可以多打一只怪啊，可是就个人直击哦，个人直击，然后打全场，然后都打这个怪兽，就会很强。然后电子龙，你能一张多打几下啊？啊，最后另外一个亮面，电子科技革命。啊，场上一体电子龙解放可以发动，跳一只电子龙怪兽作为融合素材的融合怪兽。那使用灯罩怪兽会成功下回全阶段破坏。那这张是405这一包的名字，这张名字是405的卡包名包，就是怀旧卡。那陷阱啊，陷阱就啊，现在就我